车子你开的吗？对。啊，你干嘛跑？啊，因为我酒驾。酒驾，好，先蹲着，先蹲着。车子你开的吗？对。啊，你干嘛跑？啊，因为我酒驾。酒驾，好，先蹲着，先蹲着。蹲下来，蹲下来。蹲着。先坐下来，哎，对。手抱头，手抱头。好。吹长气，用力，用力不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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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够。不用拍，不用拍，吹。不用拍。吹出来，吹出来。没有用力哈。吹，一直吹。再来，再来。你没有吹，你没有吹。你这个装的装样子，我们看得出来。再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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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来。来，我们看结果哈，零点七四啊。五三分局龙华所警署于四月七号15:47接获报案，于古山区大顺一路与复活路口有交通事故发生。经前往查处，为林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，沿大顺一路东向西方向行驶，至复活路口违规回转失控而闯入轻轨轨道，碰撞路树，阻碍轻轨通行。林男肇事后竟下车逃逸，幸古山警及时抵达，并于大顺自由路口拦下林男。现场发现其身上散发浑身酒气，经实施酒精浓度检测，酒测值达每公升0.74毫克，当场对林嫌实施逮捕。警询后依违反公共危险、肇事逃逸等罪嫌，移送法办。